这个不是我想做的表演。帮植物浇水，但如果我想唱歌怎么办？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吧，好耶！冬天好
像不会结束。春天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呀？哦，哇，春天有可能已经来了吗？
让我用到它，我只是想感受一下春天的滋味。反正饼干配蜂蜜好吃多了，哈哈。哒哒哒！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